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 Peter。 今天呢很快的来带大家做一下我在练习开腿前弯的时候行前做的一些姿势。好，那首先有个姿势是大家比较常忘记的，就是这个青蛙伸展式。这个姿势呢可以先把我们的髋关节的幅度先打开，让我们之后在开腿前弯练习的时候的髋关节的部位能够更柔软。所以说大家在做开腿前弯练习的时候先做点青蛙式的伸展。在这里呢 Peter， 大家可以注意到 Peter 把这个位置让 Peter 的脚可以踩到一个有一个固定的位置，那里是一张床，可以固定让我脚的这个幅度呈现90度的一个状态。OK， 然后此时 Peter 把这个手臂伸直，去加强这个姿势，去更深层的伸展。其实越上面的话，大家可以感受自己的髋关节会越痛。在做这个开腿前弯的时候呢，先做这个青蛙式是非常好的。好，稍微弯一下。OK。细细的去感受这个髋部整个横向打开的感觉。OK， 再整个身体立起来，这个姿势也可以顺便的锻炼到我们后弯的柔软度，非常的好。在此刻把我们的身心灵完全的放松，完全的觉察我们的这个中轴，这个中心。好，所以第一个姿势就是这个青蛙式大家一定要记得。好，再来我做点青蛙的这个变化式，直腿单侧青蛙伸展，把我的右腿伸直去开腿。这个姿势就已经开始会比较深层的去伸展到我们的大腿内侧的肌肉了。日后呢，我们要做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劈腿啊什么，这些都算是一个基本的动作。好，立起来，在每一刻都细细的感受髋关节的弧度。好，调一下位置。再换左腿 ，OK。下去的一刹那，我的脚尖是先比较朝上的趴下去的时候呢，在脚尖慢慢的往下，更可以去调节我们的髋关节的适应程度。好，在过程当中要不断的深呼吸，因为此时身体的这个需氧量会比较高一点。好 ，OK， 这个姿势做完了之后呢，让我们正式进入。还没有正式进入吧？有一些行前的姿势、伸展姿势还是挺重要的。先把我们上前一个姿势是伸展我们的内侧这个姿势就是伸展我们的外侧了Peter 很喜欢做这个姿势，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 Peter 用一个椅子去辅助做我们的这个大腿外侧外旋的一个前弯伸展。这个动作 Peter 在频道里面已经强调很多次了，它对我们的梨状肌很好，也对我们的坐骨神经很好，
如果说大家当前呢还是一个身体比较健康的状态的话，这个姿势是千万不要去忽略它的。OK， 在伸展这个姿势的时候呢，完完全全的去把觉知的感觉放在我们的臀部那边，还有我们的腿外侧那边，可以像 Peter 这样子，非常舒服。OK， 做完这个简单的我们让我们把这个椅子归回原位。好，扭扭脖子。OK， 如果说观众朋友觉得心情不定的话，可以像 Peter 在过程当中可以稍微有做个静坐个几秒，定一定神之后，好，接下来我们直接把我们的脚打开，大概120度，大概像这样子，前弯稍微做一点微动态式的，再用这个手稍微把自己的脚部整个按摩一下，先感受一下这个感觉，好，身体转向右边，左手抓住右脚 ，OK， 身体转向左边，右手抓住左脚，都保持一个自然呼吸的状态 ，OK， 好，再往前。好，这个地方大家注意，把我们的右脚外旋，左脚内旋，注意我左脚的脚尖是朝前面的，右脚的脚尖是朝上的，好像这个样子，而且用手部的力量把身体撑起来。好，再往前去感受我们右脚外侧被打开的感觉。OK， 这个姿势对于肌力比较弱的朋友可能比较难做，不过大家还是尽量的尝试看看。OK， 换另一边，像这样子，注意 Peter 脚的指的方向，左脚是内外旋的，右脚是内旋的。OK， 回来。OK， 好。再做一点微动态式的前弯。好，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右手抓在我们的右脚，身体侧弯，去感受我们现目前左边的侧边的肌肉，腹腔的肌肉被伸展开来的感觉。OK， 在这个状态底下深呼吸，去辅助我们腹腔的伸展。好，回正，再换另一边，手部缓缓的升起，稍微做点动态式的一个辅助，非常舒服的。好，回正。稍微的定一定神，再活络活络，调整一下位置。好，此刻可以稍微往前趴，也不用太 intense 的去，就稍微的用手掌跟地面的摩擦力去固定，往前趴。同时我们的脚步也可以稍微的轻轻的活动活动，它会去放松我们深层骨盆的那边的经脉。好，手臂这样伸起来，让我们的额头轻轻触碰地板，非常舒服的。OK， 好，
这一次我们做两组啊，这是第一组，好，回正啊，稍微的 meditate 一下啊，扭扭脖子 ，OK， 让我们的脑海中的杂念清空，好。好，再回到、第一个姿势，就是青蛙式。这个姿势如果伸展的好，真的会让我们的劈腿进步非常的快，因为它这个就是这个姿势真真正正把我们的髋关节的角度整个打开，所以这个姿势大家如果在承受范围内的话，还可以 intense 一点，还可以激烈一点，以不受伤为前提。好，再用手肘放下来，静静的去伸展。好，此刻也可以感受腹腔后弯的感觉，用后弯来按摩我们的内脏，用呼吸来按我们的内脏。好，这个姿势如果说观众朋友觉得没有什么进步的话，也可以停留久一点，因为它算是一个、可以长期停留的姿势。好，现在 Peter 把手伸直撑起，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这些伸展呢变得更激烈。第一次做的朋友当然不用做的像 Peter 这样子的幅度，但是你的这些步骤啊，可以稍微的参考一下 Peter 的，慢慢慢慢的去体会身体跟伸展方式的关系，久而久之大家就会有感受度就会出来了。我们练习这些伸展啊、瑜伽啊，最重要的是心静、静心。很多时候我们伸展姿势是对的，只是我们的心不够静，所以才进步不了。所以大家在伸展的时候啊，有一个心态啊，就是此刻做这个动作啊，就是要放下身体，这些很紧绷的感觉，不在意这些感觉。OK， 像 Peter 打开 Diamond 形状的一个姿势，前弯，稍微的左右左右的，去打开我们的梨状肌，一样都是内侧外侧内侧外侧这样子，来回来回，最后回到我们的开腿前弯，并且在做这个开腿前弯的时候呢，能够更深层的去伸展到我们这些参与的肌群。好，先静坐一下。OK， 再来就来我们做最后一组的开腿前弯练习吧。好，一样打开120度左右，先动态的让我们的身体去习惯这个动作，这个 movement。 OK， 好，一样身体向右，身体向左，手部用力撑起，凌空撑起，注意 Peter 的双脚的一个指向的不同，一个往内，一个往外。好，回正。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啊，大家其实不知不觉就会把我们的髋部整个放松开来了。好，往右转，右腿会往外，像这样子凌空撑起。好，再放下。好，然后再做一个前弯，
深深的去感受每一个瞬间，这是做瑜伽最美妙的时刻。好，回正。好，现在我们就开始练习我们的开腿前弯。好，再停一下。OK， 先用手肘放着去习惯一下那个弧度。好，轻柔的去移动我们的整个腿部，稍微伸直放松，伸直放松，把我们的这个觉知力、觉察力放在我们的腹部。OK， 开始往前伸，脚步一样，要去活络，因为我们的脚趾尖、我们的手指尖，完完全全都是跟我们身上任何一个地方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好，让我们的额头轻轻触碰地板做几个呼吸将我们这个觉察力放在肚子。好，缓缓的起身。好，稍微的回到静坐的姿势。那今天的课表就到这边了。那观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那也记得帮 Peter 按赞、订阅加分享。祝你们都越变越柔软，我们下次见。